给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来开箱路虎最新的 A 车赛博战士。可以看到呢，它这个外形果然是个战士。看一下它的特性呢，是平跑转向飞漂引能强，且每四次受到闪电墨汁攻击时获得导弹，且15秒内小喷最高速度加7，小喷动力加14%。顾名思义，是一台超强的道具车。在哪里获取呢？它在工坊里面，我们就直接开抽。一次一次打造，这个车帅到流汤了。一格 SB 战士，赛博战士啊，两格，也太难中了吧？哦，中了 ，nice 啊，我们抽中了，永久。开玩笑的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来把这台车给它改装改满。好，这个呢，小草把它改满了。建议改装呢是改一个又，是一个小喷改装。第一个是基础最高速度，氮气动力，小喷动力；第二个是基础动力，小喷动力，小喷最高速度；第三个是基础动力，小喷动力，小喷最高速度跟极速度。接着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台道具新车的速度怎么样？潮到不行哦，这台双喷是 251.5， 然后 WCW。289.8， 然后 CWW 是308.2 呢，然后 WCWW 312.8， 速度还算不错，但是打 WCW 是不是没跌到小喷？是，就这个速度。那看一下小喷时间，小喷时间的话大概落在 0.68 左右，还可以，算不错。然后转向的话呢？好到不行，并且它就是一台转向神车。接着呢，我们来测试一场11程，来看一下这个车，就算它是道具车的话，来看一下这个车呢，究竟它的竞速方面的性能怎么样？气，蓝色。这个车气很少的，活动力偏小啊，是一台帅到不行的火箭车。开久了眼睛会瞎掉的那种。其实这个车我跑起来，其实我感觉可能跟亚洲荣耀没差多少，或者是比亚洲荣耀再好一点。哎呀，撞了！跑起来感觉还不错啊，这个车。手感挺好的，转向很好，喷焰潮到不行，但集气量太少了，毕竟它是道具车，真的是道具车呢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去打排位实战，这个车就是要在实战中用喷焰吓你的对手啊，怎么能够玩什么道具战？秦迷凡西，这个图相当不错。好吧，请支持地表最好玩赛车手游《卡雷娜极速旅》。那为什么要找我去配音呢？其实我感觉应该蛮好玩的，听起来像是对吗？三位哪有乱讲，说啥呢？来了，让我们见识一下这台新的 S 电子花车的厉害。哇，他穿过我的电子花车了！地上怎么脏兮兮的、啊？赛道维护员维护一下赛道好不好？
你看他打滑了，前面的人。小喷 CWW， 一二三，电子花车来了！哇，晴天晴天，晴天晴天啊，各位！电子弹射，25，一零风不相信自己小白了，我刚才已经忘记了，真的真的很花哎、欸，这个车真的要开特效玩，好玩到不行，看的眼睛很痛，没事啊，你只是看而已，我还要开呢，哇，车子引车引来啦。S 电子滑车，哇，那两次刹车，电子滑车倒了。幻影在第一名，幻影失误，幻影失误，幻影失误了！哇，脱票完了，玩错游戏。哇，超车啦！太神啦！击败幻影了，太神了，创世啥？说啥呢？哇，这什么图啊？320冒险岛啊，你没玩过吗？我连这个道具的那个 ECU 是干嘛用的都不知道。我没有换道具 ECU 哎、欸，我用空分陆地分时间增长啊，不行吗？很有用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可以信任队友吗？来啦，哎、欸。啊，你是那个嘎雷娜头像的、哦？嗯嗯嗯，应该是。侧身单吃，先给你。啊？哎哎，哎哎，为什么一直有道具啊？因为我给你的。啊，不是，有一直有磁铁。侧身。然后一直被打哎、欸。没事啦，你有没有换道具改装？啊，这个车就是又那个改装啊，都是小喷的。我好像没有换。道具为什么这样的、啊？哇，我一直挡掉那个库比，那好神哦！侧身。哎、欸，那个飞碟是不是对方第一名我用才有用啊？对啊，你要对面第一名，不然你就没用。哎呀，连帽子，捡飞碟啊！好好好，过弯的时候给他来一发，就是现在。哇，神宠神宠啊，撞了，弹射，我天使蟹啦，怎么都看不到哎、欸，小事啦小事，哦，快快快，
耶！侧身单吃啊！我这个老鼠100%挡嘛，超神欸，每一包导弹都吃下来，好猛哦、喔！